小北时代广场这个新商圈聚集非常多的店家，非常的方便，很多都是永华夜市的老面孔。先来看看这家经典的臭豆腐吧。所以你们外皮会比较酥脆，就是因为你们把水分大量的先滴出来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是我现在你看我的手，嗯，现在一直震动的，它让它表皮破裂。哦。现在它表皮破裂，让它表这个皮比较酥一点。哦。对，没错，水分会稍微释放出来。对对对。然后里面就会保持像这样柔软的那种状态，哦，跟果核啦，了解。对，说温度还没到，了解。好，太低或太高都不行。好，太好了。原来啊，是用特殊的榨工让臭豆腐如此的外酥内嫩啊。还有酸菜豆腐锅，微酸的汤头真让人胃口大开啊！看来阿波吃到频频点头就知道了，我有少吃一顿好料了。什么？还要继续吃？这边是小北时代广场，很多店都是从那个嘛，很多店都是大部分的店，它就是从那个永华夜市，永华夜市迁移过来这边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蛮不错的哎。对，饮料店像这边，像五期这边啊，这边慢慢在规划，所以它这边楼下可以欢迎大家来这边边逛边吃。它这边有很多东西，对，哦，也很多都是做那个方方正正，有夹娃娃机，有吃有玩这样子，很多美食，很不错。哎，听说还有老师穿的衣服，对，有老师穿在后面吗？他的老师穿在后面，对，他的老师穿在后面。所以我们今天吃这两家，一家是鳝鱼卖鳝鱼的，一家是小吃店福来鳝鱼意面啊，哎，然后一个是吉仔，吉仔的那个小吃，关东煮小吃，然后它可以是很多店家可以选择吃，夏天可以坐里面啊，里面有，哎，夏天有冷气，有冷气啊，有冷气，下面里面有冷气，对对对对，对啊，不然的话真的是太热了，哎，通常的话，如果你坐外面，你可以是哎这边叫一点点，这边叫一点点，这边叫一点点，哦，还就会一次把东西端出来，对，很好，来啊，鳝鱼意面里面的腰子。还不错，看起来哦，蛮鲜嫩的。嗯，对，好脆，脆，而且它那个内脏的甜味有在。嗯嗯，好弱。它没有把那个内脏，它不会太，它不太腥。对，因为尤其是在炒腰子的部分，它如果里面的那个血皮那些没有处理掉的话，通常吃起来会比较有一些腥味。对啊，但是它处理起来的时候完全是没有腥味这种感觉，还不错。对，还不错。接下来就是鳝鱼意面啊，先吃吃看鳝鱼。啊，鳝鱼这样五份干炒120，对，120，一般价啦，一般价，一般价，一般价，对。它不像一大盘的话，120，对。鳝鱼可以，对，它鳝鱼可以，蛮脆的，脆口，很脆。对，很脆的。其他的就像黑轮啊什么，关东煮，对，如果来配着吃啊，如果来安平五期这边的那个小北时代广场哦，可以吃一点，吃一点，吃一点，尤其是那种哎少量多餐型的人啊，就是可以加减来这边，这边配一下，这边配一下，有机会的话来这边吃个晚餐还不错。我们下一次如果期待一下我们的甜点。好，那这里我们就开始。是啊，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分享、按赞、追踪我们的频道，拜拜。